这一次的话呢，技术可以说是算是对，没那么慢。这个设计师，这个设计师可以理解，就是说你现在只是应用两块线，你要有。这个是一个墨筒，对呀、啊，这是一个墨筒，对呀、啊。那这现在做两个，这里还有两个，对啊、这里还有两个。哦、这里是第一个颜色，这里是第二个颜色，然后那边是下面的。